省事大概一分钟。神师们、女士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双煞直播。今天是周二，所以是买买买的日本产品。今天介绍的是这个厕所餐具，终于来了，要介绍这些糟糕的东西。好，现在在吃饭的同学们，尽快把这个视频关掉，或者是给看旁边的人，好吗？那看一下，第一个盘子是这个。Hey! 跟咖喱饭的配合不错，真的不错，完全不想吃啊，是65块钱。还有有点高级的这个，还是里面有咖喱饭，感觉到慢慢的恶意，有了水桶比较贵了，大约100块钱。接下来男性的这个，80人民币的。这个呢，把啤酒倒下来的话会糟糕了。你们看， hey! 看起来一点都不好喝。还有这形状的储蓄箱， hey! 我不知道这玩意用日语叫什么呀？汉语的话叫什么？最后介绍的非常糟糕的烟灰缸是这个， hey! 哎呀，看起来很臭啊！官方说这是肉食的。潮水的夜游是这个样子，35块钱的比较便宜，你们想买吗？可是听说在中国有厕所餐厅，对不对？虽然我没有去过，你们想去吗？上海也有吧。好，那最后跟我一起学习日语吧。今天的日语是这个，クソ。クソ、クソ是卧槽，还有大便的意思。除了咳嗽以外，咳嗽，还有咳嗽，还有咳嗽之类的表现。在日本网上最有名的是咳嗽ワロタ。妹子们不要用这个词语，保持你们的节奏好吗？那今天到这里，请关注我的微博、微信，还有这个频道。那明天见，拜拜。